主料：鸡肉200克，土豆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生抽、料酒、胡椒粉、香酥炸鸡粉、蒜头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香酥炸鸡粉备用，鸡肉切片，加生抽、料酒、胡椒粉和香酥炸鸡粉，腌制半个小时左右。土豆加盐去除水分，蒜头捣碎，蒜头捣碎，加生抽、糖、白醋，制成蒜头酱、油炸粉。在准备下鸡肉的时候，再加入油炸粉，倒入适量的油，等油热到八分熟的时候，放入鸡肉，炸至金黄色。接下来，由于土豆放入盐巴，所以会有许多水分。倒掉水分后，直接放入热油中炸好装盘。出锅后加入调好的蒜头酱，就可以开吃了。烹饪技巧：土豆加盐可以去多余的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